巨炮哥一进厅。但今天确实白大哥的进出牌好像一两张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，有个四万没杠到，是，然后还有一个一四七条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嗯，都可以回去，如果有看重播的话，都可以回去再思考一下。你看到了这个最后这个阶段，你再怎么边缘的手牌都要拼了。嗯，但是小鬼是本来就是一直是这个牌风，他没有变了，而且小鬼今天下车的牌有精准好几次了。熊哥持续进攻，这边需要拆一搭，拆了五六饼。熊哥如果下九万五条也是没人要的。嗯，但四七饼对家出三张了，最后一个庄家，九万碰听了六九条，第一志愿。我觉得白大哥六九条还有三张，还第一张，哦，两张，自己抓一张，花 flower 四万，这里卡七万，卡七万，我们的滚哥这里也不能胡啊，不能啊，胡了等于就输了，顺推。白大哥这里听五八条，那这里七条下去，我们巨炮哥也听了二五条。这里熊哥是躺到七桶，是不是？差了五六桶还七桶？嗯，五八条，没有先喊，摸七，手张还是很多的哦。哇！恭喜巨炮哥结束了，这里自摸的第八把，顺推再见自摸，那太强了啊！分数可能七万多分，这个两台的三，哎，没有，这是几台？给他算吗？他会算。恭喜绝地大师 Obi-Wan， 对 ，Kenobi， 恭喜 Obi 王 ，O 就是 Bini Wan， 我就是比你旺。巨炮哥以自摸第八把来结束今天的比赛，分数是来到72800分的高分自摸台，那白大哥49000分也是在外卡积分内，那小滚跟熊哥就比较可惜啦，因为分数可能没有在外卡排名内，所以应该就是遗珠啦，那也再度的恭喜巨炮哥今天以欧比王我比你旺自摸八把72800分顺利的晋级到第三季的32强。